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红。哦，头发变长了。那今天想要拍个影片跟你们讲，其实我可以打在粉丝专页打字，就是祝你们圣诞快乐啦。但是我不想要用打字的方式，我觉得拍影片用讲话的方式给你们比较有诚意。虽然只是短短一句话，但是也比较有诚意。所以今天是2017年12月25号圣诞节。那不管你现在看影片的你是在世界各地哪个地方？那都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，然后圣诞节快乐。未来这陆续会开始有新的影片出来，那还请大家继续支持小红、小红与熊。那谢谢大家，祝你们圣诞节快乐，有一个美好的夜晚。那我是小红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